听紧，可以听。我开好啊，开咗啦，应该系咪 live 紧噶啦 ？Hi，Hello，Hello， 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大家听唔听到 ？Hello， 听唔听到我讲嘢噶？听到，我听到， okay. 我哋听到嘅，唔知出边听唔听到嘢。你哋听到又 OK 嘅，我有冇留言啊？Jeffrey 冇留言啊？我而家见有冇留言、啊？见到啦，我见到啦，嚟噶，系啊，开始咗啦，我见到啦，系拉紧嘅，随时好，咁好啊，咁我哋首先咧又嚟到我哋呢个男排队长嘅 live 啦，咁今日咧就我哋嘅鱼仔阿 Ian 咧。就第一次參與我哋嘅 live， 咁我哋首先俾掌聲佢先。Yeah，Zoom 有冇得揀嗰啲聲效係嗰啲嗰種啊？冇啊，有冇得俾心心嗰啲咧？撳個心心嗰啲啊？冇呢啲，冇呢啲。有啊 ，Facebook 有。好啦，咁樣咧，有點解可以俾心心？咦係點玩㗎？呢個係有啲人你介紹下自己先啦，你同觀眾介紹下。有呢個，有呢個。Hello， 大家好，我是 Ian， 咁我系剧入边嘅鱼仔，鱼仔就系我。哎呀，好啊，好啊，简而精啊，简而精，好啊，系啦。有好多人问啊 ，Ian 啊，佢话鱼仔喺剧里面嗰个性格咧，系咪真系你真实性格嚟嘅？都唔系嘅，咁演戏就系即系个角色系咁样。咁我谂我私底下我自己亦都冇鱼仔咁顽皮、咁恩皮啊，同埋咁乐天嘅。鱼仔系有阵时过分乐天嘅，不过今晚好似就开始有少少唔系咁乐天咯，好似系啊。今晚好似受伤啊，好似今晚受伤啊，因为鱼仔伤啊。系啦，咁我就觉得，即系我谂大家都，即系每一个角色都同大家自己本人有少少相似嘅地方嘅，咁但系都有好大唔相似嘅地方咯。Tiger， 你觉得咧？你同阿玲，我觉得啊，我同阿玲最唔似就系阿玲好怕事噶嘛，系，但系你唔怕啦，你又大只，都系嘅，都系嘅，都系嘅，尤其是练大只咗之后就更加唔怕啦。你唔练都大只本身，系嘛？有人话 Tiger 你咧，喺剧里面我哋前嗰几集啦，见到你闹队友啊，佢哋好有霸气，好有型啊。你有冇啲回应啊？我睇翻出街咧，我先知咧，原来我一下好大声，有一下好大声啦。总之，跟住咧，我系真系吓亲阿 Sano 噶。阿新郎真系一吓，嗰下吓亲嘅。你两个唔好嘈啊！咁样系嘛？系咪呢句啊？类似系啊，嗰啲嘢，嗰啲嘢。真系，我就记得我拍完嗰场之后，把声喉咙痛咯。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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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晒啊把声。你近排你三位啊，你每个人都讲下啊。你哋近排有冇话对可能出咗街你自己睇翻嘅一啲片段？里面你自己有啲边啲场面你自己觉得系好深刻嘅？都要讲先，依人讲先。我就因为其实我睇就净系睇咗头几集咯，因为啱啱拍完一套新嘅剧啦，然后有其他工作忙紧，我都未有时间真系追得翻晒咯。但是平時 fans 們他們會 IG cap 很多精華出來的，那些精華就有看過。那比較深刻的可能是就是開波咯，就是魚仔和King鬥開波那裡。因為我自己都 po 了一個有六個 playback， 即是一踢過這樣開個扣球式，開個 jumbo 又打中個進。其實是都挺難的，因為我們以前真的練排球都不會，就是我們會擺一些，可能擺一張凳或者摆长凳喺度，但系摆个樽其实系有啲少少夸张，因为个墙咁大，打中个樽。咁但系嗰下我觉得运气系占咗个99% 嘅，就真系但好有型喎！你嗰球系直情打凹咗个樽啊嘛，
打粒个樽就系咯个剧剧情嗰度个剧情咯，咁就所以嗰个比较深刻嘅，因为好好彩，因为我觉得嗰阵时系第二第三 pick 就已经中咗，即系可能用咗好多运气系。近排好深刻喎、哦，我见到你同阿苏怡佢你哋喺个浴缸嗰度，唔系浴缸啊，企缸湿冲凉喎，洗手间系我未睇啊嗰度。你哋有冇紧张？其实拍嘅时候。嗰陣時辛苦蘇怡多啲嘅，因為佢面對住個花灑，佢係真係食曬嗰啖水嘅，我就好啲嘅，咁就問下佢。係咯，誒，其實深刻嗰個位反而係好凍啊！嗰陣嗰陣時係都算係冬天，跟住一濕完之後咧，仲要趕住就拍下一場咯。咁又試咗好多 take 啊，因為開水嗰個位咧開得唔啱啦，嗰、那個。那個水即係唔可以。但係事先個水有冇試過㗎？即係會唔會試下淋下水？有試過嘅。我一開始一開嗰陣時，哇，係凍水嚟嘅。跟住我就可唔可以暖少少？咁佢都俾咗暖少少，但係又唔可以太熱，因為會有蒸氣啊嘛。嗰啲 cam 應該會蒙咗。咁就難嗰個位置就係要試好多 take 嗰啲水會射到去邊度咯，唔可以整濕曬，因為之後仲要再拍。我見你哋都好做到個劇情需要，那個尷尬嘅效果，大家對我係因為嗰個尷尬係真係尷尬嘅，因為嗰度係即成隊 cool 擠曬入去嗰度，好嗰度係真係冇乜空，係因為主要係嗰度冇乜空間可以喐到。呢個就可以比咩平時嗰啲演員咧，就算 even 可能拍床戲啦。但是他們的 cam 都是這樣很近的樣子、啊、就在我們旁邊這樣、啊、要克服那個尷尬其實都是有沒有整濕了一些褲、啊是有的、Camman 好像是找個膠袋套住那隻腳站進來的是但是都濕了應該是套住部機反而部機好像沒有了但是 OK 的那裡拍出來 Tiger 有沒有什麼難忘的場面、啊、我看近幾集最難忘是、真的是沙灘的、我看到很多、很多 shot 呢是大家都真的曬到紅曬的肥仔那一刻是真的沒得頂的肥仔那一刻那件恤衫那個紅色的拉啲冇衫咁樣，那一刻係真係好笑嘅，我自己睇都有笑嘅嗰下。我又冇曬到咩？定係大家都有係嘛？你都有嘅，你本身都白噶嘛，因為我都唔係好吸收到陽光嗰種嘅。大家經歷完沙灘嘅嗰個場戲之後，全部都黑曬嘅。你睇而家 Sue 其實都白翻好多，佢以前我白翻好多啊。你拍完嗰集好黑噶，我嗰日系扎住条辫嘅，平时都有啲头发遮住嘛，跟住嗰日扎住条辫啦，唔记得擦颈，唔记得擦后颈嗰个位，咁我又有啲颈链啊成嘅咧，跟住晒完之后系有条颈链印喺度咯，跟住其他位置都系黑嘅，黑咗劲耐，两节色，都几好啊。几得意啊，都是一个好新的体验啊！阿张，你自己都未讲。阿张啊，讲下嘢。我自己啊，我自己，其实我近排睇翻前日定寻日嗰集啦，我见到肥仔咧，佢平时嘅表现系好难忘噶，即系我每次睇你留意翻肥仔每个 detail 嘅动作，佢一集系讲佢佢同我哋一起喺个球场度练习啦，但系佢个跑姿系好好笑嘅。我阵佢个跑姿系个头唔喐啦，但系我惊个头唔喐，个身要系咁喐啦，但系好好笑嗰位。同埋佢个细佬妹咯，即系哇，超级得意嘅。佢细佬妹系同 Steffi 对戏嗰阵咧，跟住佢要讲个对白。跟住，但系小朋友紧张咧，就系佢抢咗 Steffi 嘅对白，嗰个好好笑。你哋大家去留意一下。好啊，支持咁样嗰啲咧，系抢咗 chop 咗 Steffi， 好好笑呢度。系啊，系呢个比较难忘嘅近排睇。同埋有一个我都觉得，我睇到有一集，我记得我哋喺嗰个户外嘅球场打紧丙组联赛嘅，由方丈个爸爸嚟一睇。呢个回眸同一样发型，系嗰一幕系好中意，因为阿张个造型，
佢嗰下一跌低住，我一向后望，然后有另外一位嘅造型喺度，一模一样喺度，系真系样，真系话话两父子都真系有人识。嗰一幕我好中意嘅都系，未演衬得太过。系，因为个发型系真系落咗好多心思去。系啊，每日都要用，其实都要用半个钟去夹嘅。我想真系噶，系啊，系。Tiger， 你想问呢样咩？系喎 ，Ian 啊，你即系呢套剧都除得最多衫嗰个，我谂都系即系你敢认第二，都冇人敢认第一噶啦。系，咁我想问下你诶，即系除。咁多衫系有啲咩好大嘅体验或者感觉咧？好大嘅体验同感觉就系、是，即系都有啲冻嘅，因为嗰阵时都气温比较偏冻啦。同埋，我觉得其实最大嘅考验系你要 keep 住 consistent 啦，因为其实我哋拍嗰阵时咧，佢系即系剧组系唔会俾我哋知道我哋几时要除衫噶嘛。嗯，即系除咗最后沙滩嗰日，即系一早已经考验你，但系。是啦，但我其實我自己除衫嗰幾場其實都是冇事先通知過的，即係好考你臨場的應變同埋對自己嗰一刻的信心。因為通常一除衫你要真係做好多準備先得噶嘛，你先會夠膽去真係摸。係，咁係真係時刻 ready 咯。咁我今日即係咁如果劇組係突然間叫你除衫咧，你會有啲咩反應？即係我除衫啊！突然間，我本身咧，以為我方丈嘅角色，我平時係要著鯊魚衣啦。我就算去到沙灘嘅時候，我都唔使除衫，我以為，所以我遲咗操啊。因為我哋睇沙灘好核突啊！唔係，我哋拍沙灘嗰陣時咧，其實已經一早講明全隊都要嘅。然後阿 J 就不停同導演講：，喂，唔係咧，方丈個角色佢好保守啊，佢一定會著啲長袖衫，佢唔會除衫嘅咧咁樣。跟住所以阿 J 就唔會嘅，唔會嘅，我唔使啦，我唔使啦咁。我自欺欺人咯，跟住之後去到最尾係要除咯，但係我係比起你哋，哇 ！Tiger 個一喐一喐咧，隻手已經有個老鼠仔出嚟，哇！個個都好大隻。搞我想讲，其实沙滩嗰场原本系话我都要除噶，我入边嗰件系、啊、我入边系着住件泳衣噶，跟住系谂住佢都有操噶。系啊，我嗰阵时操得超劲，跟住仲要嗰日喺沙滩，我全日净系食嗰啲 protein bar 咯，跟住我唔敢食嘢啦，差唔多去拍到夜晚，我就问、欸、其实我使唔使除下？真系唔使啦。佢嗰下就觉得好失望，因为准备咗好耐，跟住我丧食嘢咯 ，BBQ 嗰阵。照除嘛，系咯，你自己揾啲机会教睇明就除，即系可能过镜喺后边花花就都除一除咗先，即系唔好浪费咗喺度除啦，除跟住跑过喺度明，都可以嘅。沙滩嗰日其实都几开心啊，因为我哋去到夜晚仲有真系 BBQ 嗰一场啊嘛，即系大家一齐唱歌咁样，都几有大结局 feel 嘅。其实嗰一场。同埋对住个海咁，好开心噶嘛，咁样喺度食嘢，唱。同埋因为拍到尾声啊，嗰阵时都系啊。但其实我哋唔系大结局嚟噶，我哋拍嘅次序嗰阵时系差唔多尾声啫。系啦系啦系啦，都未有耐。图嚟紧咧就会即系啱啱开始咗我哋嘅月组比赛。嗯，系啦，咁嚟紧就会陆续去到遇到自己嘅。最大对手长英队，嗯是啦，之后仲有黄队啊嗰啲，咁就大家可以继续留意翻，因为拍嗰啲打波都真系花咗好多时间，好多镜头去拍嘅，即系一场比赛大家睇出嚟，可能有成千个镜头都唔出奇咁样。你中唔中意啲慢镜啊？你哋，我见到近呢几集，好似大家全部都一开。有大忌就会慢镜 slow mo 嘅，开始开嗰啲技能啦，系啊，必杀技啊，精通咗啦已经。你哋中唔中意？哇，好有型喎！其实你老虎你跳起 slow mo 快攻嗰下系正嘅喎，寻日定前日系啊，我发觉咧，系唯独是阿鱼仔杀波咧，系有好多一 shot 落嘅镜头噶，即系冇乜点剪噶佢杀波。但系去到我哋杀波咧，就剪三四五六个镜头落去咁样，
幾近都得你剪落去咁樣嘅，就係剪淨係剪淨個排球咁樣，完全見唔到我哋咁樣。呢個係好好笑喎，我覺得。專業噶嘛，阿 Ian 佢可以唔好講，大家都進步好多嘅，即係我覺得大好難咯，因為我哋拍呢段期間由初初大家去接觸排球，去到真係拍完都係半年，大家已經進步神速噶啦，我覺得。都真係，所以係好犀利嘅。雖然冇乜機會打過排球咯，喺入邊。我咪就喺食 lunch 嗰陣時放飯，跟住同你哋一齊打咯。係啊，但係喺劇情上就係啊，劇情上冇啊。我同你哋打波嗰陣時，我啲開波啊，我啲一傳二傳啊，嗰啲全部都係錯曬噶嘛，我可以唔知將個波打咗去邊噶。好精彩啊！我哋嗰陣時食完 lunch 玩係幾好玩嘅，去到後期係。个剧情上咩嚟？啊，我冇净系记得苏怡，净系成日揽住个 stopwatch 咯。明明我哋即系做体能嗰时先要计时噶嘛，打紧比赛嗰阵时唔知点解要攞 stopwatch。足球假时又假时，系颈链嚟嘅，其实系颈链嚟嘅，其实系 accessory 嚟嘅，系装饰嚟嘅。有人问Facebook 啊，佢话大结局咧系唔系会见到宇仔啦，同埋阿新个妈咪啊？应该唔使大结局就已经见到啦啩，但系都系比较后先出现嘅，即系压轴出场嘅会系，因为其实我自己都系拍到套剧好后，差唔多杀科嗰阵时先见过我妈咪咯。即系因为一路由头讲到尾都有讲，哇，咁系喎，你有好多妈咪嘅戏份咁样，系，但系真系途中真系完全冇见过，跟住就真系去到拍摄最尾嗰几日先见到，可能系为咗培养我嗰个情绪，就系宇仔一路都见唔到佢阿妈唔要佢嗰种，可能系剧组想帮我投代入到呢个角色咯，都成功啦，咁都非常之成功。等咗半年喎，大佬。系啊，等咗半年先见到。同埋一开始我系连系边一位演员、边一位前辈做我妈咪，佢哋都冇讲到。咁我唔知嗰阵时系未 confirm 定系真系纯粹卖个关子唔讲住咧。咁系真系嗰一日先知啦。所以咁啊，宇仔同阿安安嗰个感情线到底系点样？有冇会发展成点咧？嚟紧系啊。问苏怡啦，咁就要。我谂都估到噶啦，因为今晚宇仔会受伤啊嘛。系。咁我作为一个助教嘅角色，就梗系要照顾下佢噶啦。系。就系咁咯。通常都系咁样噶，即系呢啲关怀。咁啊，宇仔平时都冇乜关怀，冇乜爱喺身边噶嘛。咁但系当有一位出现俾啲爱与关怀，咁就可能会令到大家由冤家变正，系啦，即系唔系嘅，即系大家会去，哎系咯，好感咁样，系咯，唔知会唔会见证到一对小情人会喺我哋男排女将度出现眷属咧？系啦，咁大家要继续睇啊！系啦，期待一下啦，迟啲就会交代噶啦。冇错。我之前你觉得，我之前拍咗一幕咧，期待我咩啊？我因为我有睇到你嗰个握手出界嗰、那个，系。你觉得嗰、那个点样啊？其实捉手出界咧系方丈嘅绝招嚟嘅，喺剧里面。咁但系。現實裏面咧，係真係好難做到啦。對我嚟講，係因為我比較新手啦，打排球方面。咁咧，我記得拍嘅時候咧，唔係真係好勁咁樣一嘢打落隻手度，係要唔知道接 shot 嘅，即係打完再其他人幫手打咯。係啊，要其他人幫手，因為捉手出界其實都真係一件都係一個難嘅事，幾難嘅事。但係如果俾你揀，如果你真係現實，你係一個排球員，你會選擇好有型咁樣打落個地下度啊，定係打捉手出界？其實我應該會打落地下度嘅，係嘛？即係有型，會爽啲咯，同埋係嘅，係嘅，
即你打波，你作为一个排球员嚟讲，其实打足手是不是真的很难？你觉得，即有没有人真的可能在外坊间的一些比赛度专弹你只手咁样嘅？有噶，都以前遇不少噶。咁嗰啲嘅应对方法就是我哋不会拦佢网。嗯、有冇试过俾人打断只手？即系哇，咁咪好容易断手指啊！断、哦、手，我手指尾咧，而家大家可以睇，唔知睇唔睇到咧，系挛嘅。哦，系。咁就系因为以前代表香港去比赛嗰阵时，我记得嗰阵时好似系对韩国啊，咁、嗯、就俾一位韩国嘅排球员打断，即系挛咗咯。而家都系弯。哇、哦！即系歪咗嘅会有。歪咗嘅系。所以咁你当时有冇话急救啊？咁样嗰啲噶？扎翻实佢就继续打，继续即系真系系啊，真系攞嗰啲白色嗰啲 tape 扎实佢。即系 Anson Low 而家成日会系啦，每集都见到佢包住嗰啲。系啦，系即系靓靓，但系真系有用嘅。咁嗰啲 practical 嚟讲，咁就扎实佢就继续打。咁但系以前细个都试过打比赛，咁你会观察，可能真系有啲球员系好中意打足手嘅，就会扮跳起拦网，跟住缩手。就等佢打出界，咁嗰下都几大成功感嘅。但系真系避到嘅，佢咁快打得到，避到嘅。你等佢出手嗰下就缩手。哦，系，我成日都系咁样嘅。小技巧呢个系啦，冇错。你打排球嗰阵，你请我，我想问下 Tiger 享唔享受打快攻啫嘛？哦，我享受噶，但系咧，我即系。我問過宇仔咧，即係話如果現實生活中一個這個高度，即係我咁嘅高度嘅人，能夠打到隔一嘅快攻，係有冇可能咧？跟然後宇仔佢話有可能嘅，你跳到三米咁高就得㗎啦，即係只腳三米咁高係就得㗎啦，咁樣識飛咯，應該係可以。係啦，識飛就可以嘅。咁啊，聽講話原來打快攻係全隊最高嗰啲嚟嘅。是的是的、都幾氣嘅，都高嘅，有冇嚟套劇都係嘛？以前我以前我打甲一嗰陣時，個隊友快攻嗰個隊友就係2.06米咯。哇！咁所以如果即係如果 Tiger 你係打甲組嘅話，你就係會同啲2.幾米嘅對手就同一個隊裏咁樣。系，咁所以你就识飞就赢噶啦 ，OK 噶。咁我真系要识飞喎，但系你跳得唔矮嘅，我觉得。我记得有一幕好深刻嘅，系有一幕我好深刻嘅就系我又系练紧波，跟住咧就系阿 Ian 难忘。咁其实咧佢就系嗰场系讲紧阿嘉瑜喺前边就讲紧嘢，咁我哋喺后边目睹嘅景深嚟。跟住咧，咁 Ian 咧就跳起单手咁样就拦我网，佢好似冇跳添啊，有八球都系啊，就咁就八球都单手咁样就拦走咗我咯。系啊，呢个我比较深刻。诶，都有跳嘅，都有跳嘅。我见你后，我见你有一之前有一球，唔记得你封边个定 Eden 定乜鬼？你咁样就咁举高手，唔使跳都拦到佢。单手摁一摁嘅都有摁一摁，即系个 time 可能捉个 timing 都啱系。但系好可惜啊！好似好可惜系冇出到我嗰组镜头咯。系啊，单手拦到嗰啲啊，睇唔到啊。因为嗰一场我哋都玩得几开心嘅。系啊，好开心啊！即系 feel 到 Tiger 系越嚟越唔服气，好似真系想打落嚟咁。哇，几好玩！嗰下你系咪发觉到排球好玩嘅地方咧？我发觉到呢个世界系唔公平，系你可以选择打自由人咯。自由人啊，哦，即系接波嗰、那个。系有人问咩啊？有人问啊，你 Ian 你喺港队打咩位啊？我打二传手，因为其实我本身由细到大好中意杀波嘅，我中意打随手多啲嘅，但系奈何以我嘅真系。我的身高啊力量嚟讲系就唔足够去打一个好高水平嘅一个做随手嘅角色咁样。咁然后我中学嗰阵时个教练又觉得我打二传系有天分啲嘅，咁所以我就打二传咁样咯。哦，即系二传都系一个几有型嘅角色嚟，我觉得。setter 球队嘅大佬咁样。大佬啊，肥仔啊，掂啊！嗱，你几个？你每人揀，如果
嗱，当 E 人啦，你以前做过二传，亦都做过大取，嗯，俾你再拣多一次，你想会想做咩位咧？即系喺一个球场里面嘅角色。我啊，大家答啊，大家都拣一个先，大家都答下啦。Tiger， 虽然我 Tiger 都系快攻噶啦，系嘛？我想做自由人、哦，我觉得虽然你想做自由。是啊，我觉得是这样接到人家的波呢，很劲，好像救了整队波那样。都是的，是另一种的魅力来的。是。但是练波会真的会呕咯。呕到呕。呕是吗？是啊，不停地飞落地再起身再救这样，好辛苦。嗯。其实需要的体能是不是最大呢，自由人？我觉得每一个位置都有他需要的体能的地方，即譬如像快攻他就真的每一场比赛要跳几千下那样那一种。嗯，都是。但是会痛的，所以你可不可以承受到？我没所谓的，我跌跌碰碰这些东西。成日撞，真系中意拦住个 stopwatch 喺场边，喺场边打气咯。佢话我想撞，其他自由人都可能会拦住个 stopwatch。阿 J 咧，阿 J 会拣咩位啊？我会拣其实我都想玩快攻，但我都唔够高，即系快攻其实都系。系我唔够快同埋唔够高咯，但快攻好有型噶，人哋通常如果你打到一下一嘢揼落地下度咧，之后见识过之前排球队即系力津嗰啲人啦，佢哋打快攻系嘣一声打落地下，系拦又拦唔到啦，之后挡又挡唔到噶。真正嘅快攻，应该出手半秒前已经出咗手。是啊，已经叫做咁啊，班冇甩拖啦。Tiger 你咧？我自己都系快攻嘅。系。如果转咧，唔俾你打快攻。排球少年啊，日向长阳，即系好有缘。哦。如果唔俾我打快攻，我会想打 setter 咯。哦。系啊，佢又识飞，同跑得好快咯。如果我唔打快攻，我就会可能想打 setter 咯。系。有冇话啲咩原因啊？打 setter。诶，讲埋冇啊，潇洒咯，我觉得控制晒成队波咁样，系有型嘅。O K， 陈仔咧，你讲埋就差不多啦喎。系啊，就嚟开波啦。我想打篮球，讲笑嘅。喂，好喎，打篮球，打篮球都好玩嘅。因为我其实我细个都系好中意打 center， 打前锋，我会想，我中意得分，系咪应该打前锋？而家仲记得呢啲对白。我会想打，我谂我都可能会拣 center 嘅，因为我中意杀波啦。但系其实我嗰阵时打 center 都自己成日搵到机会杀波嘅。系啦，咁同埋你可以策划成个比赛，即系大家打啲乜嘢咁样，即系好似都几好呢个，冇错。嗯 ，OK， 好啦，咁多谢大家嘅分享先，就嚟开播，咁大家就记住期待一下我哋力图队嚟紧究竟会打比赛，系咪真系可以如我哋所愿？可以打到上甲一，系啦。咁 Ian 同埋 Sui 嘅系咪会成为咗我哋剧里面第一对出现嘅恋人咧？咁大家唔系啊，系啊 ，King 同 Bobby 到底会加如先定你哋先咧？咁加如先定系你两个先咧？系，梗系噶。好，系啦，记住睇啦，记得开电视啊！期待下啦，好多谢大家嘅分享，拭目以待啊！点啊？拜拜，今日嘅时间够啦，拜拜，下次见。